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终于有一个视频是可以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打嘴炮。在上个视频已经和大家预告了，我会和大家一起做一个 review 关于这个卷线器 Seahawk Nautica NX。就为了衬托今天这个 Nautica NX 的红色，所以我也换上红色衣。你看，红色的灯，极有气氛。这个纺车轮是由 TC Sport Team Seahawk Fishing 提供的。大家不要问，这一集不是开箱，是我想和大家分享更多是这个纺车轮的用后感。其实我在二月份已经是收到这个纺车轮了。当我收到这个纺车轮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设计很精致，用料的品质很好，且它的 body 是 graphite， 是非常的 solid， 你在斗鱼的时候是完全是不需要有顾虑，也是非常顺畅，而且它的重量是蛮均衡的。这个 Seahawk Nautica NX 它的型号是从2000号到5000号，卸力是从6公斤到9公斤，轮齿比是 5.5 到 4.7。 我会把更详细的产品的参数放在评论区里，待会你们可以自己去点击来看。在这两个月我分别用它来做淡水沉底钓，还有海水轻铁板。这个减震器是完全可以胜任淡水和咸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们可以去找找我之前的视频来看一下，我都是用这个卷线器在钓鱼。我说几个重点我蛮喜欢，第一就是这个握把，这握把真的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我觉得在 jigging 的话也是用得非常顺。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线杯的线的容量，我手上这个是3000号的型号，虽然它已经在标了25磅线可以进到219米，但是以我实际测试的话，我是可以25步线进到300米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这个减震器也是我基调暗抛的首选，因为它的线的容量真的是非常出色而做到。来，我们讲重点，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找一个纺车轮来应对你一般的钓场的话，这个 Nautica NX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价钱是非常经济的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它的价钱是在200马币以下。以性价比来说，五颗星我是给它四颗星了，给它还有一个进步的空间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个 Nautica NX 的用后感。简单来说就是性价比是超高了。我想在这里感谢 TC Sport Team Seahawk Fishing。对我的信任，让我有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分享这个纺车轮。对了，在影片的最后，如果大家有任何钓鱼用品或户外的用品需要开箱或者测试的话，你们都可以联络我，或者是在我的面子书专页联系我，欢迎大家邮寄到我电箱。 OK， 喜欢影片的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See you guys， 咱们在下影片再见。